里挥国旗，那里喊动算，全镇倒数七天黄金周末，侯康领军大进场，回防新北上万人挤爆新庄体育馆，火力全射向民进党。有中共借钱来抹黑他，埋没我国。来，有没有算的？改变改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用我们的选票给民进党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。一整天行程满档，上午板桥，下午五股集中新北本命区拼北票南部。毕竟过了浊水溪，票要到手不容易。晚间还要再赶场桃园，号称万人大造势，和民进党隔空尬场。最后这个礼拜，不但热都以及我们各地方都有大造势，我们重心在车队扫街，欢迎所有支持韩国瑜的或是支持国民党人民能够站出来。侯友宜忙冲刺，前一天副手赵少康高科大演讲却脱口，年轻人不满国民党关侯康什么事？但侯康两人明明是国民党推荐的正副总统候选人，党主席难道不会有意见吗？国民党的改革不但要做，而且是不断的在改革。国民党就是改革，今年才会提名侯友宜。国民党就是要改革，今年才会有赵少康。我当然有一点枯手了，就是说事实上也是啊，你以为三党认为国民党不该改造吗？朱立伦也今天上午我刚刚开会完了、啊、还谈到这个，我说你国民党要改造，朱立伦说对。全镇倒数，赵少康力拼突破同温层，但诸多发言都被认为形势比侯强，现在就连朱主席也不得不买单。三选李凯军，我们是 SN 小组新北报道。